们辽宁这边网通限网速，所以很多游戏吧它的卡，我玩的挺好的，但是播出去就会很卡。这个是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擦我擦擦擦，还是一个猫耳朵的感觉。两个黄的在上边，红的在中间是吗？这有复位吗？哎，随便顶一顶，好吧，不能瞎顶。哦，左下右上是延迟吧？不对，咱把这红的，哎，不对呀，哎，他怎么不能回转呢？转错就咔转一圈，蛋都碎了，蛋碎了，蛋碎了。哎，我转过来了啊，红的被我转到中间了哈，红的转到中间了，还剩俩黄的。哎呀，顶错了啊！先把红的转中间来。嗯，又顶错了。哈哈哈，完了！就是把他们转到不同的那个上面的，是吗？不对呀，但是这红的还在的。好啦，然后这黄的，我想想啊，就是，把，我想想，就是把这个珠子，每个珠子转到不同的那个板子上边，然后两个黄的对到上边，红的放到中间，是吧？看起来不是很难啊，就这么几根儿。哪个是这个的？这个是这圈的吧？我要是五分钟过去了怎么办？就是争取让一个珠子在一个六边形上面，然后你转的时候它互相不干扰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但这不能反着转呢，看看啊，这个等会儿啊。好，我现在只需要把这个红的，哎呀，摁错了，你没呀，摁错了，我真摁错了。现在咱就把红的转上去就行。这是红的吗？哪个是红的？看见没？看我多聪明！哦耶！谁说我要半个小时的？这不一分钟就搞定了吗？好了。哎，我说了嘛，就是它是六个一起转，然后你把那个把那个他们单独放到一个转的里边，然后你转黄的，红的不动。然后等到转完了，你再把红的给转过去。过了，这次不需要你们帮忙，我自己智商就够用了。嘿，我蹦，哎呀，蹦比较难受。哎，我卡了。待会儿啊，来，继续。哎呀，我操，我不自杀了，我决定就这样吧。我决定把他打了。我操！啊！被扎到屁股了！哎呀！打他是有好处的，姐姐就知道一下跳不上去。哎呀，我怎么跳不上去呢？这游戏太难了，需要高智商，还需要不能手残。哎，容我喝口水啊，继续跳。
我不是处女座的，我是摩羯座。嗯，不要黑处女座的啦，都被黑完了。谁说难受啊？好吧，我看见上面有只鸡，鸭子，是鸭子。妈呀，跳的我都眼晕。咱们找个好地儿把它弄死啊。妈呀，没打着。哎呀 OK 哎啊，把奶酪打了。冒险是这样的，没有人规定手残的人不能冒险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玩意儿能打的吗？卧槽，我又被打了。这个雷射的这个东西是打不掉的啊，不能打，躲着点。这个鸡先生打的是散弹呢。待会儿想想怎么过，这奶酪全都可以打，是不是？打他，打死一个少一个。就是好的游戏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个位置比较安全啊，可以说话。就是你怎么打，玩得快的人可能很快就给他玩过了，然后呢笨一点的人呢慢慢玩也能过，这就是一个好的游戏嘛。哎，所以这个游戏他获奖了嘛。哎呀妈，又掉下来了。嘿，是不是得踩那个奶酪啊？我是不是打错了？不对，应该没有关系，应该没什么影响。哎呀，哎，不对呀，我真的蹦不上去。我把上面的奶酪也打了，是不是上面的奶酪影响我蹦啊？等会儿回去啊，回去咱把上面奶酪打了。我怎么觉得我蹦的时候啊，他打中我的头了。筛子，那是个奶酪，你怎么？好吧，我比较爱吃啊，我看东西都像吃的。你那个，你别黑我，我比中国足球牛逼多了。中国足球他们都没功能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看看啊，咱找个好位置打他。哎呦我操，多少颗星了？二四六，哎呀行，反正我觉得有个五六颗星我应该就能过关。我又被他撞了一下，是不是？待会儿你把小鸡打了，好吧，雷射还是在的。走，吃这个星星应该没有用吧。这个星星应该没有用吧。跳回去打什么东西啊？应该没有辣的关。哎，我擦，你别射，让我上去存个盘呗。我哎呀呀呀呀呀！完了，我把奶酪打了，我手好贱呐！我手为什么这么贱？好多颗星啊！我估计我要死在这关了，这关好难啊！存一下吧。完了，就这么几颗星，自杀都不能，都没法自杀了。我为什么要存？我操！你知道吗？打了第一层奶酪有一个好处，你可以站在那个台阶上。应该把第一层奶酪打了，我觉得。
你们说呢？是不是打了第一层奶酪？你可以，你看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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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在这儿，死在这儿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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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，妈，我的心。就是你要是把第一层奶酪打了的话呢，留一层奶酪，然后你应该是可以踩在那个蓝色台阶上的。妈的，我就不应该存盘，我应该带着十颗星过这关。就是你看到这关嘛，你知道怎么过了，然后你就可以重新过一次。我看见那种一条命通关的那种啊，我都不点进去的，因为他不可能一条命通关，他肯定是玩过一次，然后知道了每关到哪该怎么躲呀什么的。那游戏要做能让你直接上手就一条命通关，那游戏也太白痴了吧。我觉得应该把第一层奶酪打了，好多聪明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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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好了，打他打他打他，走吧，算了，打成这样就这样了。哎，不对呀！哎，我操！这门没打开。我现在还是可以自杀的，这门没打开怎么办啊？这次上面还有东西吗？能顶出蘑菇来吗？咱们哪块有星星啊？哪有星星啊？我没看见星星啊，关键是没看到啊。打了这奶酪有星星，能不能不射了？别射，让我过来。我擦擦擦擦擦擦擦，星星在奶酪里，我就说是要打了奶酪吗？完了，我要死了。看我狗。我觉得这关我好难过去啊，真的，老娘这水平真的是非常的有限。咱先在这儿啊，先打一圈，能打则打，把星星都打出来。啊，我看到了，就这个位置呗，这个位置啊，奶酪在一闪一闪，你们不早说呢。你们怎么不早说呢？真是的，你全都是事后诸葛亮。我心不够，我觉得我都很难过去了，又跳又吃心，完了我要死在这关了。别射了，来跳。没吃着，我操，我没吃到啊！我操！完了，让开，我操，我觉得，我想想啊。你不信你过来试一试啊，你跳过去的时候你就吃不到嘛。都打了，都打了，两只手不够，你再借我几只，你借我几只机械手，精确定位那种的，你再借我个电脑啊，我脑袋上打一些留一些啊，但是打哪些留哪些呢？我现在是第一颗星星我都吃不到。等会儿啊，试试。妈！好了，来回来，解决那几个。我觉得是不是这样？就是说你连跳，你在两个射线，因为我第一次跳的时候有奶酪嘛，我是等的，然后。你在他们那个不射的那个瞬间，你看我刚刚连跳两下，好像是第一下没被扎到吧？哎呀，总之是蛋碎呀、啊！哎，我吃了几颗星星够不够？妈的，还差这么多呀！完了！
看不到前面被打成什么样了啊。但是你看在最边上这个绝对是有的，要么你就是边跳边打，边跳边打奶酪然后边吃啊。跳上面打呀，试试啊。看不到看不到，你就看不到前面打的，再跳高一点。哎，你发没发现你跳高的时候那个射线它就不射了。不管了，先把这个推下来。打不到最边上的奶酪啊。它激光可能跟高度没关系，还是说你跟它远近有关系？没打没打出来，不管啊，先跳过去。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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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差多少颗星星？五颗吧。没打到没打到，打不到。妈的！就你得站在蓝色台阶上打，我擦擦擦擦擦。哎，你们发没发现一个问题？最左边的那个不发射激光了，等我跳回去啊。哎，好吧，他还发射，就是离得不够近。我过不去了，我过不去了，我也死的，我也死在这里的，我完了。我也死在这里的，我完了。你们出这些主意都不好使耶。我打出来打出来吃都是回事儿。啊，不管了不管了，哎呀不行啊。哎，等会儿啊！这次应该把前面的打掉一些了吧？我觉得啊，说我智商不行，你看你们都不告诉我有星星可以吃，害我第一次白跳了。再往前面，应该还能再打到前面的几个吧？不行，我把这块过了，过不去就是你们笨。妹子玩了这么简单的游戏，这才玩到哪儿啊就过不去了。完了，我还不能回去复盘。我看几颗星，二四六七颗星，那也扛不到这个闪电呢，这个雷射呀。再往前点看看啊，试试这次前面打掉了几个。咱们先在这儿打，看能打到几个算几个。而且我感觉你按照往常的关，你吃到的星星是冒的，就是你不需要把满屏的星星都吃到，你就能过，就够九个了。所以咱再打几个试试啊！来来来，准备了啊，准备了啊！看我的。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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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啦死啦，这就死啦，妈的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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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过不去了。别诅咒我啊，别诅咒我，别诅咒我。不要诅咒我啊，你们能不能出主意啊。啊，哎哎，怎么掉下来了，我没打完呢。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那个有没有星星？没有，走了啊！
脑白金里面都是安眠药，主要成分是安眠药，吃那个越吃越傻。我需要吃脑黄金。待会儿啊，走。走跳河就输了，我除了要躲雷射，我还得避免自己跳进河里。哎，打！这个，现在啊，现在就两步，第一步先打，第二步找好位置，然后跳下去。嗯，谢谢冰释水凝送的鱼儿，晚上播三国杀，晚上在二区打，我都找好他们了，到时候过来给我当演员点将，来来来，跳下来，跳下来，跳下来，继续打。五次啊，我觉得五次差不多，死五次我应该能过去这关。你看刚开始我就说打了奶酪再过，你们都没有人说话，就等着看我出手，看我过不去是不是。这个可以不打，但这个不打吃不到星星吧。打了打了打了，这个怎么打不掉，打不着了呢？然后这次咱们边跳边打，看一看看一看能不能那个把后边的给打掉啊。刚刚不是后边的打不着吗？边跳边打。谢谢 pop 七八八四零四二送我的鱼丸，我开始了啊！等会儿啊，妈的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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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且这个射线的伤害，哎呦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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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个射线的伤害好大的感觉，哎呀妈呀，点错了，哎，不准备那么好了，打吧打吧就下去打了，我看出来了，准备多好啊，都没啥戏。差不多就开始，我刚刚没被那个雷射打了吧？行，不对，有个没打出来，这个里面是个星星吗？不是，都不是。你看啊，它那个蓝色的那个都是正对着雷射，蓝色的砖头是正对着雷射的。到了，试试吧，走。啊！你知道，就一般人吧，他不会跳河里，他只要躲过雷射就行了。那我会自己往那熔浆里面、岩浆里面跳的。你知道咱们错了，我们就应该去下一个那种哈外挂什么的哈，然后就是可以无限存盘的，比如说刚把这些星星全打出来，然后就存个盘，然后从左边跳到右边，找到一个好位置不被射到，然后再存个盘。这就是我说的那种啊，叫什么无限啊 ，endless life and endless time。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，跳。第二个是不是不射呀？啊，我离它不够近是。好，第二好像真的不射，你看第二不射，第二射吗？好吧，第二个射。我操我操我操，完了完了，都没吃着。行，我觉得再跳两遍我就可以去吃饭了。这游戏太难玩了，站格子边上一点一点的打。这跟剧本设计的不一样哎。关键我吃不到那颗星星啊，跳河里，这还是后话，我星星都没吃到，玩的是蛋呢。你看我星星都吃不着，没过呢，还没过呢。你快去，你去啪啪啪再回来，我估计都来得及。激光打的两个格子靠边上，激光打不到。啊！激光扫到掉三颗星，我没心了。我没心了，我就是。我就说嘛，应该自杀重来，十颗星过激光差不多。我不小心就被激光扫到了，然后照相的时候，存盘的时候，就这个照相自动存盘的时候就少了一些。
我们在我准备去吃饭了啊，机关等我把这 C 五文档，你们谁能过，我把 C 五文档发给你们，你们帮我过，过完了我继续玩下一关啊。哎呀，我都怕了，我好怕，我需要，腿都软，脚都软，手都软，全身都软了。自杀了也存盘也是在这关啊，就怎么都得是过这关，这关肯定得过去，过不去不能玩，可以跳关就好了。为什么不能跳关呢？科学，科学，真不科学。来，那个能玩过这关的加我 QQ 啊，我发给你，然后把游戏一起发给你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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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根本就吃不到第一颗星星，我第一颗星星都吃不到，你管他是死是活呀？什么情况这是？死马情况这是？我跳了，然后我吃不到那颗星星啊，吃不到那颗星星，关头打不开门的，那星星咋吃啊？难道是不把奶酪给打穿？就是留几个奶酪？啊，等会儿啊，我先把这奶酪打了。我吃不到这颗星星，现在问题是啊，可以关激光是吗？你不早说呢你？啊，吃到这颗星星了，然后被扫了一下。啊啊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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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瞎说的呀，你妹呀！好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跳一下，然后站在那儿，激光是打不到的，但是我得保证不跳的时候别被激光扫，还吃到那颗星星，是吧？我们刚刚跳到那边了，激光关不了，没找到能关激光的地儿啊！刚刚是不是没有能关激光的地儿？哎呀妈呀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，不开心，被打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然后可以打前面的奶酪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要过关了，我这次我就会过关了，终于开窍了。你们以前没说明白，主要是我再应该往前一点是吧？啊，往前一点。啊！好的好的好的，知道怎么过就行了，知道怎么过就行了，这不是事儿，这都不是事儿。不着急打了。啊，上到脚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小颗星星不会不过吧？我烧到脚了，我下来我还没等跳呢，我就烧到脚了，怎么办？我不敢走了，我再走我就掉岩浆里了，这颗星星怎么办呢？好尴尬呀，怎么办？我操！哎，这游戏有 bug。不对，是他背的那个包，他背的氧气罩啊，还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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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箭炮啊？往左跳，往右跳啊！哦哦哦哦！哎呀，差点射到爪子了！啊！没事儿，这个东西可以里外里站的。我现在已经找到窍门了，过去是迟早的事情，怕什么？
我都不怕，你不要担心啊，不用安慰我。我智商明明是负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看我的啊，再往前一点。啊！刹到脚了！啊！你们给这游戏提个意见，让他把地图做大一点啊！小了，哎，这么跑就烧到脚。好，你说的啊，不差那一点啊，我跳不过去，我吃不到那颗星，我就找你啊，跳，开跳了，开跳，跳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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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口水，哎呀，哎呀。你看啊，不差这一点呗，就我这样跳能过去呗，是吧？啊！不行不行，差的。这怎么都能烧到脸？这都能烧到脸，这简直不可思议！第二格走过去吃心啊！我还是蹦吧，我就走过去，我就直接走到盒里了。我去换个键盘好不好？啊！我又烧到脸了！我操！我怎么烧到自己的脸的？哎，就剩一颗星了呀！这个是激光，好费心的，摸一下碰一下就少了这么多颗心。黄金梅利号，这不是海贼王里的吗？等会儿啊，开始跳了啊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我永远忘不过这一关呢。不行，我要过不去了，再烧我要成红烧虫了，都快燃起来了，着火了，浑身着火。我觉得我刚才打这奶酪都是多余的，我打了两分钟，打两分钟奶酪两秒就死了。哎，求双人模式啊！游戏啊，以后游戏开发者应该开发一个双人模式，可以联机玩的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。我一定会给你过关的，我一定会过关的，不会让你失望的，看我的啊，跳了啊，好，好，今天第一发跳没有问题，就这个怎么，我先往前一点啊，我往前，哎，烧脚，哎，好，然后就是说，谁跟我说走过去吃的，我刚刚走过去不小心走到盒里了。我可以在这存个盘吗？给我特权吧，以后申请一个游戏特权，可以随时随地的存盘。我要存个盘，我好不容易没烧脚，一颗心没掉走到这儿的，我要存盘，我要申请存盘啊！哇，哎，过来了，我可以在这存个盘吗？往前点，不会烧脚吧？前面那俩被挡上了，先打了他。好、哦，马上了啊！哎、哦，我这关要过关了，
等会儿啊，打不掉那奶酪怎么办啊？哎，那奶酪打不掉啊。好了，哇，完了完了，那又没吃着啊。我操，吓死我了。我转过来不会烧脚吧？哎呀，我都没敢玩茂里奥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别人玩一次，吓得我根本就不敢玩，那我绝壁过不去。哎呀，多少颗星？2,4,6,7颗，我这次是最有戏过的啊！哎，我操！完了，还有两个没吃着。哎呀妈呀妈，再吃一个就够了。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好吓人啊！哎呀，这扎心挠肝的啊！我回去吃。不敢动，怎么办？别不好预感啊，上面那个没有什么了，上面那个没有机关了，刚那小人打散弹那人也被我干死了。往倒着跳怎么跳啊？北冰们，不行了，老娘好虚啊，手软，吃右边的，跳在右边的石头上，右边的，哪有右边哪有？没有。就差一个，怎么办？我差点跳到河里。完了，没事，但是我觉得我熟练很多了，我这次应该能过去。为什么会差一个呢？没事，刚刚转了，刚刚咱打了2分钟的奶酪，然后跳了能有个5-7分钟吧，还是转的啊，慢慢来。烧脸了，哎呀，又烧了。你看，我刚跳的不对，又有一个没吃着。转了，就是你看我搁这打呀，打奶酪打了2分钟，然后以前打了2分钟，2秒就死了，现在我能跳7-8分钟啊，然后再死啊，这不就转了吗？啊，打一次奶酪可以多跳一会儿。来了啊！啊，吃什么？哎呀！啊，完了！就你只要是往前蹲了那么一点点啊，就过去。这个游戏适合冬天玩，比较暖和。烧的我都觉得浑身暖暖的。好吧，其实是因为今天来地热了，今天开始供气了嘛，来地热了，家里也比较热。吃心是什么？怎么回去吃心？哪有心啊？哪有心？哎呦，这怎么还有一个那什么呢？这星算吗？你妈，这星算不算？我吃了它。我家没有别人啊。嘿，我先吃了它。嘿，哎呀，
咱先把奶酪打没，打没再说。那里边怎么还藏颗星星呢？打了，不信了，过不去今天不吃饭。这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，怎么一次不如一次呢？没有心了，前面应该心我没辣，我全吃了。然后我就是刚过来的时候，刚进这关的时候吧，往上跳的时候，然后被那个雷射扫了一下，扫掉我三四颗心吧，然后就现在就是这么几颗心。你说回去吃那个星星加血的呀？真的吗？你们不是又在忽悠我吧？我跳下去。那个怎么打不掉呢？好了。好。我觉得真差这一点儿，真的。啊！我觉得我跳挺好的呀，为什么会进沟里呢？你知道我玩超级玛丽的第一关我是怎么死的吗？我是超时，我就一个人，然后玩第一关。你们可以看一看，有个视频链接在那个直播的那个信息简介里边，是因为超时。哎呀，奶酪里啥没有吧？不管了，重新来。慢慢烧脸了，出师不利啊！完了，又没吃着啊！可以回，回过头是不是悬空吗？怎么会掉进去呢？太难了！你人是善变的，我决定玩不完这关，我一样吃饭啊！妈的，不信了！怎么会这么难呢？我觉得这个比跟踪导弹还要难，感觉那个导弹就是一个 bug 的存在了，怎么会这么难呢？站好了。好的，游戏，看吧。妈呀！完了，那吃不着，那再往左一点我就掉到盒里了，我得回去吃。我是不是得回去吃啊？小鸡警卫呀，我过不去，我跟你说我过不去。对我来说都一样的，就我现在我跳到小鸡警卫那儿我都很难跳过去，回去这咋办呢？不要了呀。妈呀，吓死了。我错！小鸡警卫来了，可能已经打死他了，你信不信？打死他了！你看他已经不射了，他可能已经被我的炮射死了。你看，妈，他没死！他为什么不死呢？哎呀，妈！他没死。没事，他的散弹枪射不到我的。关键是这个我也不一定能吃到啊，这不是最重要的吗？待会儿啊，妈的，警卫跑了。好，他死了，他这次死了，我看见他的尸体崩了啊。完了。不好意
着这根柱子哭吗？完了，完了。那个，我觉得我吃最后这个的难度好像比较大啊，我跳一个坑里了。哎呀，我这脚软呢。我是在哪里跌倒，下次还会在这里跌倒。虫虫刚刚跳的时候跳的不够多，就直接跳坑里了。我怕我直接跳坑里，我跟你说。神操作有没有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转个身，转个身不会烧脸吧？转个身！啊！烧脸了，烧脸了，转身烧脸了！妈呀！哎呀！我要去存盘，我要赶紧存盘。过来，可以吃饭了。转身烧脸了，这个转身这招不好用。我操！可算过了。射几炮，庆祝一下。下一关不会出去就死吧？啊！我下一关出去就死，怎么办？还好，貌似这关也挺难的，也挺难的呀。怎么打他俩呀？看一看规律啊，看他俩有没有一个死角打不到我的。哎呀，我先喝口水看一看，你们帮我看一看啊，帮我瞅瞅啊。哎呀，终于过去了。我们订饭啊，现在沈阳这边订饭就送一瓶康师傅饮料，然后，哎，我不喜欢喝那个就是什么蜜桃啦、橙子啊那些什么蜜桃多啦、乱七八糟那些果汁儿，然后好多好多，我就说你给我送冰红茶吧，然后他就送冰红茶，像我家好多好多瓶，喝了还怕胖，不喝还浪费，哎呀，蛋碎。右边往回走下去打左边了。我看看啊，那我被子弹打到怎么办？我要白开水，我就喜欢喝纯水，偶尔会喝瓶可乐，就是带气儿的。哎呀呀呀！完了！我想想啊，在什么时候跳下去呢？你看他的子弹一直在有的，一直都在有子弹的，而且我跳下去还要时间啊。啊，我在沈阳住，我暂时在沈阳住，然后我决定，要是雾霾再这样的话，我就打不开，我卷不开回家了，不送饮料，送康师傅系列的饮料，就是什么那个葡萄味的、桃子味的、橙子味的，它那个都不是纯果汁儿，就是可能就10%的果汁儿，都是色素香精兑的，喝了看着就胖，谁敢喝？子弹来了就跳了啊！好，没死，掉了颗心。好，哎呀，下一关不会进去就死吧？哎，还好。啊！我不要重新跳啊！哎呀妈呀，妈呀！完了，要死了！哎呀，哎，他这游戏为什么不能趴着呢？去重新跳那个镭射，妈的，完了，要真死了，往哪儿跳啊？这太难了吧，这也，哎呀，打到屁股了，啊，死了，不管了，赶紧跳了，哎呀，完了，真死了，哎，这里边好像安全点，谁跟我说吃星星补血的？完了，肯定过不去。脚趾头都能感觉得到过不去，我擦，我打他，打不着。
你看，我就说嘛，他好坑的，一出门就这么难。上面是存盘的地儿，我操！我一颗心去存个盘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觉得没啥戏，早晚死，完了。嗯，谁知道这么难呢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咱还得把这个打了。好，打掉一个。你看吧，你要到上面存盘，你早晚要到上面去存盘的，你上面那个就得打。这底下还有雷射呢，哎妈呀，你不打掉那个会发导弹的东西，它就是踩开关的时候它都会跟过来的，就照相的时候就会被射死。上面就一颗心，关键我打不掉那个导弹，我怎么打那个导弹？试试啊，上去打导弹。啊！哎哎，妈妈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先把这边打了，打一个试。哎，你说打个人，他奖励我几滴血也行啊，这小气，这游戏太小气了。哎呦我操，这导弹也太聪明了吧！妈的！打不到！擦！哎呀，躲过去了，没事，一颗心，我就一颗心的人。啊，那个导弹半天才发射一个呀，跳不上去了。啊！哎，还好没死，导弹打几下才死。马上就要打掉了啊，打掉了，那我也不能一颗心存盘呢。打掉了。过去了，待会儿啊。这个镭射里边是啥呀？这镭射里是啥呀？这怎么过？跳不过去啊！这太长了吧？这也太长了吧？我跳不上去，肯定跳不上去。一颗心呢？我一颗心给你拼，我拼给你看啊！妈呀！找个好位置。好，冲了！谁说吃星星给我补星的，比补血的？我就吃饭了，我吃饱了再玩，死了！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回去是不是还是那个？我看一看。有人要存档吗？那个，这游戏不是很大啊，这游戏都不怎么大。然后我给你们发，你们帮我把这号玩过去吗？2467，主要是刚刚被那个最终导弹给坑了嘛。好吧，就这样，走倒数第一排的倒数第二个，那个走第一排的倒数第二个门，第一排的倒数第二个门。就是第五个门，正着数第五个门。好，我待会儿啊，待会儿我给你们发啊，然后你们可以加一下，就是虫虫的这个直播信息里边有我的优酷空间，上面有我 QQ 什么的，你点到优酷空间里面就可以加了。加了的话，到时候你。